牌名称是 Cloud Media， 然后我们在做的目前这个产品是数位相框，然后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用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已经有的玩具积木，各个厂牌玩具积木，只要是这种尺寸的，然后你就可以利用现有的东西，把你的数位相框去装饰成，就组合成任何自己想要的样式。嗯、结婚的时候有人把它拿来当礼品，然后也有人把它组成一个大型的玩具，把它当成一个电脑的荧幕，或者是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玩法，然后就是把数位相框的应用范围跟生活的玩具跟生活用品整利用这个积木的可塑性去重叠起来，创造它的附加价值。这是我们这个产品最重要的概念。